是 Nathan， 还有最后一位是 Amelia。 再次热烈掌声来感谢他们四位还有他们的团队们，好不好朋友们？接下来呢，为大家介绍这一位，他是负责整个盛世号所有餐厅的运营，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给他来点热烈的掌声跟欢呼声。下面为大家介绍是我们的餐厅经理 Maitre D 张念磊，掌声有请。后面那一位好，跟大家来团团的走过来的。嗨嗨，哦 ，You're so famous。接下来下面一位呢，他们的这个团队非常非常辛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本个航程有4000多位的乘客朋友们，然后呢有1000多位员工们，所以加起来有多少？5000多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团队呢为大家每天准备三餐还有点心，是不是很辛苦啊？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了，等一下介绍他出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OK， 一定要多一点的欢呼声，你们的热情掌声。他就是我们的行政总厨 ，Our Executive Chef Milo。谢谢，感谢他们的到来。那接下来呢？我知道大家 ，Thank you， 桌上都有一杯酒水或者是鸡尾酒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干杯，希望大家明天呢能有一个安全的航程返回到家，也感谢大家来到盛世号，希望呢大家下次想家的时候可以再次返回到盛世号，你们说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干杯。 Cheers， 用我们的意大利语叫做 Salute， 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，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。这是拍照吗 ？Pose。
来用。地震。按着就开始了吗？地震按一下，地震。嗨，苏一真。